我是BoYuan，30岁，入行8年。然后他们有人说2年前你是哥哥，结果在2年后来这里当弟弟了。哇，我成团啊！算上我在英特万成团那时候参加了有4个需要唱歌的节目嘛，算上披荆斩棘，我说这个是我最放松的一个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我来这里是当弟弟的，我来这里不需要当哥哥，我来这里就是哇，哥哥们说什么是什么，我就看大家怎么做。